어. 冰好吃吗？还蛮浓的，哎、欸，你有吃吗？只不过吃太多有点太甜，我觉得好吃，要不然还不错。什么冰呢、啊？就我刚去全家领回来那个冰，牛奶味很重。嗯，但是外面的饼皮是软的，很难咬。嗯，有那种感觉。不过它外面是饼干的话，应该就很好吃。嗯哎呀，怎么那么烫？怎么那么烫？啥玩意？哎，你们完蛋了！都好热，都吃四个钟头。你把矿泉水吃了。怎么了？他刚在玩金棋啊！金棋，他在玩。嗯，太会玩，要拿一个那个刷子刷吧。什么纠结啊？这样刮。以前妹妹买给妹妹的玩具啊，就是这样刮的。刮那个。他小时候喜欢玩的那个。他反正你们小时候不怕那个声音。刮！哎！每次都吐。哎呦！哎呦！上，快点丢出去哈！嗯。哎、没有杠上、哎。我靠！自摸一次，听错了。你自摸？哎呀！哦，门清。我这次打掉，这天有八个字摸啊！打一打就好了。哦吼！从头都不打、欸。这样怎么这几台门清是摸红中？门清摸四啦。哦，门清一摸四。哦才我刚想出新这样子，跟你说穿这件都很好看的。对呀、啊，可是觉得太变太瘦了。他本来就瘦啊。我穿那个粉红色系的都还没有他好看。什么颜色？粉色系。你青蛙就这样叫。粉的。嗯。这样子，哎，奶奶在干嘛？啊！你赶快点鞋子啊！他刚坐着睡觉。你叫奶奶出来看看。你叫奶奶出来，你喜欢看的那个。哎，八点刚刚坐。他很喜欢看呢、欸。他叫我们把他起来。嗯。我碰啊！我很碰呢、欸。哎呀，又很碰哦。五万。他很痛大声哦。砰、嗯！好、哦，他都蹦起来，感觉袂歹，就想要踩。来看电视。他躺那边就秒睡，只要有一个被子让他蹭一下就睡了。真的太累。可是他自己蹭那个被子就睡了。他说他平常只要有一条被子给他，他就睡了。配个小毛巾，哇，他就自己睡着。这个小朋友，他平常都是妈妈来照顾啊。这个小朋友是来有点天使那种。他是用敲的，他是用刮的。墨鱼男也是用刮的，有一种人解释。哪有啊？木鱼是用敲的，好不好？和尚木鱼都是用敲的，他已经挂了。好像是天使，嗯，真这样哎，真的不会朝他们，就是他们要上山。他不就林默娘？后面那张纸撕掉。后面林默。然后先把这张纸撕掉。林默娘长得也很高，还有这个心呢。对，好，给。啊，给。
掉了，来这边，给你。哦，你用脑子看。哎，那边这个脏脏。你用，你自己刮，你刮给我看的。他刮不好就生气。哎呦，不可以哦。比较大哦。他拿那个打爸爸，然后那个，没有你那边呢。阿赫啊，不哭嘛呀。打我还要哭。这有可能哎，哎呦，打人的人还哭，啊，打哭啊，来，终于，终于开舞了，哦，聊得真干哟，我记得你，你起妆而已啊，对，你起妆而已，刚那妆啊，哦，北风啊，对。所以没人不在我，我留在你家做饭，没有看你。不要看脸色，我都是要看人。你家妈别当爹。你要是讲话，你们全部的，还是我拿那个大奶给他放一起。惊死！乖乖，那破掉了。乖乖，那个。他破掉了。我来睡觉好了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他跟你相处一阵子，他就会发现说，欸，其实你人很好，然后他就会开始放肆。嗯，不可能，因为他还没有跟你相处，我不会让他放肆。是啊，你嘛。嗯。我打他哈，他不敢哭，然后他会哭，他会这样哭哭。哎，欸，他在跟你 hello 哎。哎。哎呀呀！你跟鱼仗 hello 嘞？哎，欸，他今天都没大便嘞。啊？不要 hello 了啦，三六十。什么人啊？什么？嗯，我这拢还袂拍诶。不是你放炮哦？我没有。哎呦，你开机啊？对啊，你开机啊？我放这个我就听啊。出来保一出来，你就出来保你贵嘛？我排那么烂。起来，起来。怎么台下看你喝酒啊？哇！崩掉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咚！你要叠起来，快点！你要把它叠起来，快！啊，你叠啊，快点！哦，啊，你把路倒了。我就在摸大字，人家就不打。像我刚刚那一场北风硬拔扣，砰！来，这个都给你。你打八条哦。啊，不要叠哦。等下吃完要叠哦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看，光头抓起来，你看，你看，叠那么高，你又把它剥掉了。三条。等喝一口水，来，喝一口水。哦，你每次做那个动作，我都以为你要补。差不多啊。你要饼干吗？我真的就是，我的牌不知道为什么会越玩越出去呀。那你要不要？还有吗？你没有输啊。嗯。你看还要不要？再慢点。好。不要叫奶奶出来哦。来。好。再一个好吗？好喂。没有。叫奶奶出来看电视。对啊，你电视。没有，我来叫，我叫。啊，你去叫很恐怖。嗯。就怕我而已。这很恐怖啊。哎呀，崩！你也不要太早睡，不然半夜都会爬。是的，终于哦，你两个嘞，好久没糊了，没台呀。糊啊！哎，谁庄家？哦，你好猛嘞哦！没台。这个低压嘞，这个。
来，甜吗？超甜。没事。给你啊。要。看来你不需要哦。不然不爱过来吗？对呀。嗯。没得装呢。妈，等你喝寡去呢。哎呀。没得装。对哦，我一直碰碰碰，没得摸哈。哎、欸，你们，你有搞过呀？你有搞过？输啊！输啊！他输最多。你玩不变输，输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你好棒哦！哎呦！吃，有心啊，有心啊。差这么多，一定摸错了。门清平舞，哇，北南舞。后边要玩蹦蹦舞了。哎呀，对门清平舞。什么？我姑姑一直要打的呢。好可怕、哦，都要。我妈妈今天。